Hello， 欢迎来野菜嘟嘟，我是 Ruby， 我是小野。今天呢，要来做一道常见的川菜料理，什么？全素的鱼香茄子。鱼香茄子，我超爱吃茄子的。好，那开始之前呢，记得帮我们按下订阅，开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哦。那我们今天的鱼香茄子啊，会用素鸡，然后把它切碎之后。炒香让它取代那个绞肉那个 QQ 的那个口感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技巧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在不油炸的情况下哦，还可以保留那个茄子很美的那个紫色，这个紫色，可以保留这个颜色，不用油炸哦。所以更多的料理资讯呢，我们也会放在后面的试吃片段再告诉大家，所以要看到最后哦。那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有素鸡、茄子、四季豆、鲜香菇、大辣椒跟老姜。那我们就开始咯。先将茄子5公分切成一段，再对半切。素鸡跟鲜香菇切成小丁状。老姜切成末，四季豆切成小段状，大辣椒切成斜片状，九层塔去梗后洗净备用。取太白粉倒入水，揉制成太白粉水后备用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今天的重点啦，如何不油炸也可以让茄子的颜色美美的。取一个炒锅，放入茄子，并且让外皮朝下，倒入水刚好盖过茄子，再倒入适量的植物油，盖上锅盖焖煮5分钟。好，5分钟之后呢，就可以关火，赶快把它拿出来，这样它就不会氧化变色了。把水倒掉后，开小火，原锅倒入香油，放入老姜跟素鸡煸香。煎到老姜跟素鸡都已经有点脆脆的之后，再放入鲜香菇炒至金黄。加入辣豆瓣酱、酱油、胡椒粉、糖、白醋、花椒粉、老姜，然后我们倒入100cc 的水煮滚，让食材充分的吸收调味料的香气。然后水滚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大火，然后把刚刚的茄子还有辣椒跟四季豆倒进来，大火快炒。
好。最后倒入调制好的太白粉水拌炒，再放入九层塔，等九层塔炒软后就可以起锅享用啦。最幸福的时刻啦！开灯喽！吃饭。你已经偷吃很多了。好了，鱼香茄子，我先帮你加。淋一点那个，一点汤汁。喜欢吃茄子的人就会非常喜欢吃茄子。有些人是小时候不敢吃茄子，然后长大很爱吃。嗯。好，来试吃哦。一口咬下去啊，觉得不需要，真的不需要肉末。就是不需要动物性的肉末啊，而且其实刚刚那个素鸡煸到那样啊，嗯，其实我真的觉得口感蛮像肉的那个弹性耶，嗯，哦，那个素火腿肉那种口感，对对，但是没有、那個，但是没有素肉的那个味道，哇，蛋包好好吃哦，对啊，一下子一碗饭要不见了，而且就是因为没有油炸，所以它不会，你不会觉得整个嘴都是油，反而酱汁的跟它茄子本身的水分味道居多。真的，嗯，因为以往那种便当店呢、啊，那真的很油，因为他们油炸快，然后颜色漂亮。因为茄子是那种海绵的那种形状，马上就吸一大堆、嗯。因为它现在这样子吃，其实我觉得里面的水分很多。茄子本身的甜味跟水分，不止茄子本身的水分，它还吸了很多在煮的时候的水分，嗯、所以你在吃的时候会有一个外面是重口味，然后里面却有一个清爽感。这道菜大家真的可以试做看看。嗯，我觉得不论你是不是吃素的。这道菜都很适合，然后不要用油炸的，用水煮的这种方式试试看。它没了，啊、没有茄子了，没茄子了，没关系，剩的素肉末也是很好吃。所以这道其实可以用两到三条茄子来做了，差不多。嗯，那就是这道菜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？比较要注意的就是茄子在煮的时候，就是水煮的时候，嗯、千万不要把盖子打开。它为什么要倒油？就是为了让它咀嚼空气嘛，所以它才不太会变色。所以你盖子一打开的话就会空气就会跑进去。对, 對, 對，所以就尽量五分钟的时候不要打开，然后一打开就赶快把它捞起来这样。再來就是爆炒的时候啊，先炒那个素鸡的时候，真的要把它煸到你咬的时候会很像炸过的那种口感，就是那时候我刚煎完给它吃，很脆，它是脆的，就是有点像、嗯、真的有点像炸物的那种感觉。最后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在最后要把茄子、大椒跟四季豆倒下去一起爆炒那个阶段，一定要快，速度要快，就炒起来就成盘。如果你炒久了，它可能因为加热过久，它把茄子里面的水分又加热，然后会把油再带出来。带出来的话，那表面可能又会开始有氧化的情况发生。所以炒好弄起来就成盘，成盘之后就让它慢慢降温，它就不会把油带出来了。所以就基本的颜色就保护在那边。嗯，好。大概就这样子，主要是因为没有油炸，所以才会那么搞干。但如果你不 care 颜色的话，其实就不用前面那个步骤了。哦，不 care 颜色的话，这就是漂亮了。对。可是这样子，我觉得反倒让它吸到那个里面的水，嗯，里面会更多的是茄子本身的原味，嗯、它不会说整个被酱汁吸进去嗯。它等于就是有一层膜锁住它里面的那个水。对啊，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喜欢这边的朋友记得帮我们订阅和开小铃铛，不要忘记我们的 Facebook 和 IG 哦。拜拜，拜拜。